has a credible. The Russia story. Under President The code news. Decipher keywords. Be informed. Be a master of many tongues with me. Kentucky agency hopes to raise $4 million for the region's nonprofits. Right now, charities are being stretched thin as more people rely on their services.肯德基州有慈善团体希望能够筹款400万美元，协助地方的食物银行维持货源充足。因为在疫情期间，大家荷包都看得比较紧，一些企业的捐款出手不像过去那么阔绰，导致许多依赖捐款的地方食物银行如今个个 stretch thin。 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英文解码为你破译。Stretch 被拉长撑大 ，thin 瘦细薄，这是一条伸缩自如的橡皮筋。如果我很用力的去 stretch， 把它拉长，而且拉得非常 thin， 非常薄、非常细的话，如果再用力一点，它是随时可能断裂。但是导演不准许我把它拉断，因为怕我浪费资源。那在这句话的使用上呢，有些人会将 stretch 改为 spread。 涂抹，试想一下，如果在一片吐司面包上涂抹果酱，如果某一个地方 spread thin 涂抹的比较薄的时候，那这一块的味道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吃了。因此，当一个人被形容为 stretch thin， 就意味着他神经绷得太紧了，随时可能断裂，随时可能崩溃，他可能忙的是晕头转向。如果军警被 spread thin， 就意味着战线可能拉得太长，人手不足，无法维持某一个地方的治安。所以呢。 慈善团体被 stretch thin， 就意味着在财政上他们是捉襟见肘。那面对这场疫情，医疗体系的健全是最为重要。香港的英文虎报的标题就写到 ：Japanese healthcare facilities stretched thin， 日本的医疗设施不胜负荷，因为当地的新冠肺炎的患者实在太多，迫使一些医院必须要回绝一些救护车所送来的其他的伤患，而当中后来被证实不少也都罹患了新冠肺炎。 当局现在警告日本全医疗体系随时崩溃。其实这场疫情，所有的国家的医疗体系都受到冲击，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。